福林县白寮一农地中卫区农水路工程以及相关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典礼，典礼开始。啊，咱白寮一吼，即、這个农地中卫区的即个农水路的工程甲相关的工程，今仔日咧啊，终于会当正式来动工吼。啊，即对咱即个中卫区内底即个农民朋友，拢是一个真好的消息對，对不对吼？即个中卫区对1904年开始来进行先期的规划啦吼，1905到1906这两年中间内底吼，啊，咱进行即个规即个设计的工程。那伫即个过程当中咧，嘛参咱在地地主吼，包括咱即个中卫委员大家吼。开过真侪摆会议吼，啊，会政各方面的这意见，大家尽量来进行协调，最后会当达成一个协议啦吼。啊，而且真感谢地主的配合。啊，咱今仔日正式动工了后，我们讲工程进行顺利吼，伫1908年8月进行，有法度通完成。啊，这个中卫工程完成了后，当然对咱农民的经济会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嘛，我们讲咱的农民会当有好收成，啊，大家咧会当过一个安定的日子。安居乐业。幸福森林。